现在，你们 OK 吗？我们上半场，最后一首歌。好，对，我们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。我们等一下回去反省反省一下。嗯，对。然后下半场我们会唱我们自己的，我们本国的，对你们来讲，你们就是本国的歌手。你看，唱到我们那个年代，你唱得多标准。一点错误都没有。你最好是等一下，刚唱那个外国歌曲的时候，你不要这样讲。等一下你唱错，你试看看，伏地平生，84。对，等一下，如果休息时间到，你们听到那边有一些碰撞的声音，千万不要来救我。哎，我问一下，伏地平生要怎么讲台语？好，休蛋起来，立功，立功，预备起。也不用会讲。突然，不是我通常这样，我突然想到。问玉贤老师了，玉贤老师会不会？玉贤老师又来。有。玉老师。地挺身，他可能不敢，不好意思讲的啦。哎，我们现在唱国语哎。啊，是吗？好。不好意思，那又搞笑的又现在跑出来。你要唱这首，也是我们喜欢唱的民歌。对。唱完歌，我们休息一下下喽。前世的知己，要不然你不会不怕我。
中场休息十分钟，那大家可以利用十分钟可以上洗手间或逛逛铁花村周边。那如果还需要购买饮品的朋友，还可以到铁花坝。那在厕所的洗手间的前方呢，有垃圾桶，如果要丢垃圾的朋友，请帮我们做好垃圾分类。那下半场呢，预计将于十分钟后开始，那大家记得要回来，谢谢大家。